应中方邀请，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伊斯兰抵抗组织代表日前来京磋商，就推进巴内部和解深入坦诚对话，双方充分表达了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解的政治意愿，就诸多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积极进展，一致同意继续这一对话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巴勒斯坦团结统一。双方高度赞赏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感谢中方为推动巴加强内部团结所做努力，并就下步对话设想达成了一致。